呢度就系我嘅家乡十雨夜市。由于家里一些状况，我搬到嚟呢度住吓，食女啊嚟呢度。今日开始我就要嚟呢度食女啦，上学了啊！点点点啊！啊，车站附近有个公园唔错吓，咁咧依家咧系未开始，要而家系沟女啊，未开波住。喺呢个春天嘅阴度下咧，真系有新生活嘅感觉啊！红本地啊，今日要住嘅房系边间房？有好多好似有两间嘅，一间系和式宝屋，一间系令人成熟时尚的房间啦，好嘛？呢、這个啊，难得可以开始新生活，我哋搞一个成熟啲嘅房间，自己一个住。唔系咯，好似话佢唔同市真系有影响嘅，有去你真实去咗真实地方真系得嘅。Hello，Hello，Hi， 好 ，Yes 啊，差唔多啊，呢个呢啲系富豪富二代嘅家居屋啊。好，我哋咁咧，其实佢又睇下你哋今次想揾边个女女，即系上次想揾边个女女，我俾大家俾张图你哋望下先啊，左中右。左中有三叉戟攻击，你哋想拣边个今日？啊，希望我可以合格啦，入学试。好到啦，因为十雨野高中啊，我哋第二日要上堂嘅地方啊，正啊，好好享受嘅高中食女生活，打交晒八舞咁样。哎呀图书馆委员啊，图书馆委员真系爱花，好似系就系、是、爱花，爱花就系图书馆委员。你话四个字？又咪沟咗咯？又咪痴女咯？咪话痴线鬼畜咯？咪话？啊，唔系呢张图唔够激动你哋人心，可能因为呢张图系阿玲玲姐系比较好啲嘅，所以我谂你哋俾佢俾玲玲吸引到，我俾第二张你哋啊 ，Hi 先知 ，Hi support sleeping dogs 咁样，啊你哋睇呢张新呢张，你哋系新呢一张。你去睇呢一，嗱你拣完话我知啊，中右边沟咗啦，你哋可以翻睇翻直播啊，抽打搞晒啦，八毛啊，边度去图书馆啊？啊，图书馆喺第二校舍嗰度啊，咁样再来一发。啊！磨衣街啊！有冇拣到啊？拣唔到？唔系啩？拣女都拣唔到，唔系啊嘛？吓，拣女伴都拣唔到嘅你哋喂吓，图书馆都啊呢、這个图呢、這个就系图书馆，图书馆就系引发同阿爱花嘅触发点啊！听讲仲有个一年级嘅图书馆管理员啊，佢喺边咧？扑吧啊！娇喘一声，啊呢、這个唔系喎，唔系疏，拣错咗。呢、這个唔系外化，呢个系喺人气榜里边咧第三受欢迎嘅，即系有三个女主角，呢个第三受欢迎嘅女主角。啊，好可爱啊！哇，好可爱啊！呢、這个睇嚟美好嘅相遇。啊，唔好意思啊，我帮你执嗱，呢、啊、啲就系通常咧你作。通常日式漫画就系咁样啊，同啲女主角相撞完就会产生呢个爱情线啊！呢个角色系冷酷系啊，即系呢个反差萌好强大嘅啊！呢个角色咧系初系好冷淡，但系就内里好热情嗰啲啊！我系图书馆委员想嚟做咁样啊！哇！
短头发，依家好似你哋而家后生中意咧，而家中意短头发啊嘛，系嘛？而家中意呢啲咁样嘅。啊，我吓、啊，我先系图书馆委员啊！啊，一年级噶，哦，你就系嗰个图书馆委员。一年级都闹咁乜事咯？一年级有啲咩可笑？啊，唔系，佢中意带住 M P 3自己倾偈咧，就因为佢即系嗰啲叫做。冷酷系啊！我叫真师真读啊！我二年级系转校生，今日开始都系图书馆委员，多多指教。啊！面白おかしい一年。啊！我叫做 Linko 啊啊，系一个好有趣又奇怪嘅一年级学生咁样。啊，系咁啊！多谢你啊 ，Linko 同学啊，多多指教。如果你唔想同我干，话咩唔想同你干啊？我去同老师说啊，佢话：哦，冇啊，冇啊，吓、啊、不没有很想不干咁样。你一傲娇啊只格，你一切咁样傲娇啊只格。啊，做咩事啊？喺、哎、反差萌啊，原来傲娇只格，傲娇啊只格。我的新生活真系太美好啦！第一日转校就已经好金啊！你的新你嘅人生终于打开新嘅一页啊！意思话啊。而家触发同翻三个女女，你可以用事件去令人女女产生兴趣嘅、啊。最终边个女孩子会向你告白，系由于你嘅能力值左右啊，即系啊，即系好似真丝咁样啊，真毒咧喺人喺现实世界系沟唔到女咁样，所以你在电脑世界咧都要有足够嘅高富帅能力先可以沟到女女。作为男友嘅魅力啊，系嘛 ？save 咗先啊，唔系 save 好似一格奶嘢。啊 ，save 咗先啊！好嗱，哇扑街，已经变咗 Linko 做头像，因为死啦！啊，即刻入咗佢条线系咪？真丝真毒呢条线已经入咗呢、這个啊，系毒嘉年华八三零啊啊呢、這个啊三眼仔贴哥系咪地美音 B B？啊、我哋睇下先啊！而家要撞翻啊爱花先，我哋好嘛？爱花咧，爱花就要喺运动场撞佢嘅。佢就系呢、這个呢、這个你哋最中意睇啲 A V 咧，嗰个啲咩学生会嗰啲咩秘书嗰啲啊，佢系嗰啲啊，所以咧一定系啊，一定要去锻炼身体，我哋一定要决定先可以撞到佢啊！体育哇，做乜嘢啊？做乜喂？点解有圆圈好感动啊？喂，我唔系想夹，唔系想识佢啊！还我爱花，爱花喺边啊？哎，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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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终于出嗱，都话用呢个体育系 OK 啲啊！即刻用体育引发条线出嚟啊！新嘅校园生活开始啦，睇嚟都要啊，作为呢个现充啊！啊、人生赢家一定要加入学会迎君子、啊、用运动的能力去吸引女女，令女女感到兴奋、啊、去参加运动部来这个吸引下女女咁样啊！听闻呢度网球部啲女都好正啊，咁样啊，咁样好啊！我哋就加网球部食女咁样。啊！姑且问下顾问老师，叫佢俾我签张 form 入兵，啊，入纸做兵咁样。啊，好写好咗啦！啊，快啲，快啲，快来！啊，要加网球部有精彩表现，可以网球王子咁样打到个网球打爆宇宙、打爆月球咁样，啲女女就会一定好受欢迎咁样。鈴木先生は今日出張だぞ。鈴木先生今日休息啊，你就直接拎去网球部啦，咁样。蘇卡啊，我質詢啲乜啊？收皮啦，偽毒 MK， 你冇資格玩 Love Pass 啊 ！War G Mortar 就係咁樣講啊，我真毒啊，真毒啊！嚇、啊，愛花高齡愛花係高齡之花，啱啊啱啊，貓語講得啱啊！识货啊！你同我，不过唔系我真命天子系玲玲，所以即系虽然我赞成你呢个爱花系正，
但系我真命天子喺呢个玲玲，我已经俾玲玲姐姐俘虏咗。啊，咦，放点解放晒学嘅？点解冇人做运动噶？啲人去咗爬爬爬爬爬，唔做运动啊？点解会咁噶？啊，食女，哇，你啦，出现了。你睇，你睇外花嗰条运动短网球短裙仔嗰啲，呜、哦，哇，嗰啲可以摔部蛙啲咁咧，嗰啲啊，嗰啲咁咧，啊，有人喺度啊，打紧呢、這个，呜、哦，啪，噗，啊，咁样啊，咁样啊，月前系毒，吓、啊，真先改做月前阵时。啊！打擾了啊！八武打教曬，即刻嘿咁啊！即刻走女聲嗰啲我唔扮，點解你哋話極暗心咁樣？哇！呢啲勁 girlfriend 啊，暴完啦 ！GF 啊，暴呢啲小短裙啊！呢、這個運動衣啊，等於而家嗰啲韓國嗰啲韓系嗰啲咧，韓系嚇嗰啲啊短裙制啊，加到咁樣嗰啲蝴蝶結係咪 GF 啊暴？一定啊！你一定觉得 GF 好，我都觉得 GF 好。讲真啊，啊有咩事啊？哇，长得好漂亮啊！哦，系啊，我系二年级嘅真读真师，今日啱啱转校嚟呢度啊，想加入你网球部嚟食女咁样。鈴木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てた新入部員の方って、哎、就是这个新入部的部员啊，啊，应该就是我了。啊、私は女子テニス部の2年、高根真奈です。啊、高根唔知咩真奈です。啊、flap flap flap flap， 等睇又好似玲玲嗰时咁样，成日啊入冇自由。哦，系同年级噶，你都系二年班噶，好多谢你啊，我哋多多指教。有咯 ，school 啊，顺便问一下，哇，即刻好啊 ，MK 啊，真知呢个角色劲 MK 啊，他即刻加入咗部门就问人哋听日休息得唔得闲，约人出街哦、啊，啊，今日系休息日啊，点解得你一个喺度嘅？咁样，哇，呢啲就系、啊、打开话题嘅方法啊，同唔识嘅女女，今日比较特别啊，男子部同女子部都搞紧啊，亲和会啊。大家都去咗咁样，哦，原来系咁，吓唔怪之我交申请书嘅时候，边度都唔喺度啦，啊，点解你唔去啊？咁样，哇，好萌啊！佢咁样拧转个身度咧，啊，好害羞啊，微微地害羞一下，我、哦、今日要值班啊，咁样，啊，咁样，入部届預かりましょうか。部長に渡しておけばいい？但系你喺度练习紧，我唔需要你练习，我直接交俾部长，我唔可以咁样。いいの。困った時はお互い様でしょ。哇，你真系好好人啊，愛花愛花同學。啊，真是一个男人入女子，我有男子部女子部啊，你睇唔睇到？高龄。看来我的新生活要有好运了、啊、好，我们触发了跟爱花的、啊、发展线啊啊 f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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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p， 好，即刻即刻，我们主攻，他开始主攻，好像二零三十日呢就成功要准备告白的了，那我们现在呢目的呢要玩一喂，仆街咁多仔添，喂，仆街 show 个 Facebook 出嚟添。啊，而家目的出嚟咧就系、是、要揾咧有爱花头像嗰啲，即系你见第三个咧，啊，第三个有爱花头像嗰啲咧就系、是、呢、這个，啊，有爱花头像嗰啲咧就系、是、特殊啲嘅，啊，就啱嘅咁样。咁咧，其实爱花中意啲又读到书又运动叻嘅高富帅，所以我哋一定要系。啊！唔好去咁多打，我哋唔好去做兼职啦。做兼职一间又俾阿玲玲姐捉咗去，我哋啊打网球，打网球同埋读书啦，好嘛？哇，唔系好中意喎，阿爱花唔哇交叉啲喎，直情而家佢唔中意啊，想社团活动。
入咩？迟到啦！今日好似系女生部嘅练习比赛，哇！有几艺毒啊，艺毒啊！即刻去，净系斋睇女生部嘅练习比赛啊！啊，系高龄嘅比赛啊！哇，好正啊！哇，你举我手，哇，我爱啊！我呀，我呀，打啊！我要再补蛙饼，哇！咁样。決まってんだろ。高嶺の圧勝だよ。打成点？使敢问嘅咩？梗系有高嶺压倒性嘅胜利啦！啊，佢嘅胜利系理所当然啊，赢紧噶。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女子部の一番手だぞ。おまけに。佢第一次嚟噶。佢系女真部嘅王牌啊，亦都系美少女，成绩亦都系全班第一。死啦！仲系医生家庭出身大小姐嚟噶，哇正！我哋可以食达成呢个男人最高嘅啊，男人最高嘅愿望，食软饭呢个咁嘅伟大愿望啊！你可以做到。啊、原来系咁，佢居然好受欢迎啊！恭喜你校花。モデルっていうか、あまりにも住む世界が違うだろ。それに成全 A 大帅。啊，与其讲佢系同我哋啊好叻啊，不如同佢讲我哋身处喺唔同嘅世界啦，好唔好啊？啊，你两个世界嘅人啊，我而家就话俾你听，真毒真丝啊，呢、這个一定追到外花，话俾你听佢啊，拉翻嚟我哋嘅世界嗰度，将佢啊，将女神拉翻落嚟凡间嗰度。高嶺って言葉遣いとかさ、近寄らないでってオーラが出てるみたいな。佢平时同人讲嘢嘅时候有种咧，好似啊唔好靠近我嘅感觉。系咩？咦，琴日佢好热情嘅。咁样。ゲームセット。カウント3-0。哇。マッシュボンバイ高嶺。卡啊，哈卡呢啊？啊，高嶺嘅日文系哈卡呢。啊，3-0大炒对方喎、啊。辛苦晒。阿克。你知唔知佢点样嗌我系阿冠啊？阿冠阿军啊，阿军真丝军啊！哇，好可爱啊！可唔可以点佢个头啊？好得意啊！嗰个蝴蝶结好可爱啊！哇，做乜嘢啊？爱花啊，好劲啊！爱花好劲啊！压倒性胜利啊！ありがとう。啊。啊，不过系侥幸啫，啊咁样，啊俘虏啫，咁样，啊绝对唔系俘虏啊，呢啲系你嘅实力啊，咪睇嗰个做咩咁好忧郁咁样呢个样突然间，嗯做咩啊？哇，佢有啲难言之隐，系咪想去厕所啊？啊，佢话我算啦，都系走啦。啊！等叔叔带你去厕所咁样，哦，咁对唔住啦，咁样。啊 ，O 唔 OK？ 啊，睇嚟佢冇咩精神、啊，睇嚟佢唔系好开心啫，赢咗都咁样。喂，哇唔系喎，佢超开心喎、啊，有劲大圆圈喎、啊，哇，好感动爆声喎、啊，呀、啊，我好想啊！仲未沟到佢先，未攞到佢电话，未同佢 SMS 啊！睇嚟佢中我读下书先啊，读下书先再去做社团运动，锻炼下自己先。吓、啊，其实我最唔明白就系呢个魅力，提升魅力呢一个系我最谂唔明嘅，到而家都点解对住块镜就可以提升魅力，即系点啊？啊 ，FF 啊！好，提升下实力先可以沟到女女呢个就。其实爱花嗰个公仔真系好鬼正。星期日咧系自己，好似以前玩咧嗰、那个心跳回忆咁咧，星期日系自由活动嘅。呢、这个又系做运动啦，呢、这个做运动，基本上都一定要围绕住做运动咧，先可以
同埋揀啲有愛花頭像嗰啲先可以觸發到同愛花嘅東西。又玩呢啲 game？ 我今次要成功呢個追到愛花 BB。愛其實有冇兄弟咧？我記我喺艾維卡妙嗰度咧，見到咧有愛伊大勝利嗰個 GIF 同埋音響，可唔可以有人可唔可以問卡妙，可唔可以送俾真絲做禮物？我想要艾伊大勝利嗰張相啊，唔係嗰張 GIF 啊，係嗰把聲。今日狀態唔錯，身體都好輕鬆啊！啊，俾女女見到我最壞啦！爱花好兴奋啊！见到我打得咁好啊！啊，话时话，我都应该去做兼职。哇，扑街！玲玲嚟啦，玲玲今年又攞奖啦！哇，间焗我玲玲条线嗰度啊！睇嚟我一啱啱生活都要用好多钱嘅，都要做 part time 嘅咁样。我不如去车站前睇下啲咩兼职好做啊！啊！你啊，准备第一波定呢个玲玲今年又攞啊有招聘启事啊，家庭餐厅 dishes 啊，你要卡妙 send 俾你啊，有冇兄弟系卡妙嘅朋友可以拜托佢啊？高中生都请喎、啊，唔错喎、啊，有$70一个钟就拣佢啦，咁样打电话问先，打电话问观众23218300 call。仍活著啊！啊！即刻請咗我，睇嚟係嗰啲係有問題喎，睇壓氹氹嗰啲咧啊，有問題啊，一定有危險。啱係嗰啲逼我簽 California 嗰啲咧，我話焗簽幾萬元 package 嗰啲。啊！你見玲玲啦，依家。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你睇玲玲把声真系好正啊！玲玲把声真系好正啊！お客様、好。呢个系如果假设咧，你哋话阿爱花系 girlfriendable 咧，我话俾你听，玲玲一定系呢个 wifeable 啊 ，wifeable 啊 ，wifeable 系呢个人妻入部啊，呢个系。哇，好漂亮啊！我成日觉得呢个主角好乸毒啊，你睇下，佢每一句都系哇，好漂亮啊，好似大学生啊！啊，你个贪要打电话俾你倾，好啊！你冇自由，你失自由啊！请问有咩问题？我系今晚开始喺呢度打工嘅真毒真丝啊！哇、哦，好温柔啊，玲玲真系，哇，好正啊！こっちに来て。哇，哇，有刘海好正啊！啊，骑住真丝嚟嘅，啊，你又想听健力健奶？有新 follower 先有听健力健奶噶。你唱咪得咯。啊。啊，非工作人员唔可以入嚟噶。啊，对唔住啊！いいわ、初めてなんだもの。我温柔啊，等于我做错都冇闹我，温柔啊，玲玲。姉が先ねね。啊，よろしくね。我叫做姐姐妹妹啊，请多些指教。我叫真毒真丝啊，啊，请多指教。私はここでも学校でもあなたの一年先輩になるのかな。佢三年级生。即三个女主角里面分别是一二三年班，即有学妹啦、学姐啦，同埋同级生。ごめんね、店長から聞いたの。私と同じ高校の一年後輩。玲玲好似系木，好似配百变小樱嗰个啊，丹霞樱啊。ちょっと他人よ。啊，玲玲配嗰个角色好似系丹霞樱啊，即啊木之本樱咯，百变小樱嗰个。啊，唔好，玲玲真系她好可爱啊！佢话唔好用敬语啦，搞到好似好老咁样啊，即系大你一岁啫。其实我咁样。それそれ。でもお客様には敬語だよ。啊，不过咧，记住喎、哦，接客嘅时候一定要用翻敬语啊，咁样啊。啊，好好人啊，玲玲真系好关照啊，好照顾人啊，女神啊，好正啊！じゃあ
哇！我哋唔可以走去吞福噶啦，啊！呢啲我哋嘅秘密咁样，哇！玲玲即刻对我作出攻势，谂住锁住我，又再次咁样，谂住再次锁住我嘅心灵。我今次我要狠心一啲，玲玲，对唔住，啊！今次要同爱花，啊！啊！呢度打工好似好开心咁啊，一定会，我都觉得系啊，我上一个身。啊！想一个生命就系同玲玲一齐啊，终老咁样。好，咁啊，我哋继续围绕住阿爱花嘅活动先。哇！你睇下又有玲玲嘅活动啊？点解啊？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点解？点解哦？哇！中咗伏喎，又有零阿阿爱花嘅 event 咋？今日练习到此为止啊！部长就话：啊，今日好攰啊！今日练到，诶，有啦，爱花要出现啦！啊，唔系喎，哇，唔要难报完啊！啊，辛苦晒，今日你打得好劲喎，真师打咗个咩蛇形变幻球出嚟喎！看來是我不斷練習一百球網球的成果才可以出到蛇形變幻球。蛇形變幻球，蛇形變幻球，彎過個籠，彎過個網。女啊，咪走啊，我要女啊。玲玲沒有，不是，我又掛著玲玲，怎麼掛著？愛花沒有出現，就睡覺先。你啊，系咁唔出爱花嘅 event 喎，弊啦，系咪我做错咗啲咩？头先爱花话有啲事走咗，就真系有啲事走咗吓，唔出现我继续参加活动嚟，啊，表达我嘅爱意。哎，嚟啦，哦，我终于见到女神啦，同佢讲咩好啊？一二三四，有啊！见到女神初次见面喺着，见到女神着校服，哇！我好爱啊呢件衫，好爱啊呢个蝴蝶结加埋头上面个蝴蝶结啊，好爱啊！应该点样同佢讲好啊？一咧就系、是、你好啊，二喂高龄，三吃我的首刀，四唔打招呼，即系坐坐型独男啊！四就系坐坐型独男，拣咩好啊？俾30秒大家拣。啊！好多人都拣三、啊，吃我的首刀。啊！阿卢巴打就决定拣呢、這个。啊！十秒钟。啊！坐坐型独男。啊！三啊！吃我的首刀，因为嚟个突击嘅话，对住佢嚟个突击咁样。啊！好啊，差唔多啊，十秒高啊！我一嘢剥落佢，滚落佢个头度，咁佢对我有印象啊！猫娘又决定用坐坐型独男的方式啊！啊，试下三先啦，我哋啊，一嘢滚落佢个头度，呀！佢会有反应噶，佢都个角色会喐噶，嘣！哇呀！一嘢滚咗落阿爱花个头，真毒系唔识讲嘢，所以一定系用吓、啊。如果你30日之内识唔沟唔到女咧，就会。就会系 bad end 噶啦，有 bad end 出现嘅，知唔知你哋？啊，我喺度不断 cap 低你哋咧嗰啲地美音 B B 嗰啲图。啊，搞乜飞机啊？佢话打乜 Q 啊？佢话，哇，唔系喎，佢有 feeling 喎、啊。阿娟啊，真丝啊，佢话，哇，都提升过佢 M 嚟噶，原来。啊，秀芳嚟嘅爱花，原来啊，我应该要走啦。都已经咁夜啦，我做乜嘢？一瞬间已经度过千年啦，扑住佢个头晕咗系嘛？所以咁耐系嘛？再见啦！啊，上次用手刀剥到阿玲玲知咗先。阿高玲佢好开心啊，俾我剥到我头，剥到好开心噶嘛。一个问题啊！哎，仆街啦，望紧我添。
系就系真读真师嚟嘅，识得做啊。啊，Manaka Kawaii。啊 ，Welcome。啊，你要好好预习啊，唔识做嘅话，唔识做嘅话，我唔识做啊。哇，又靠站，会盲盲你个角色系。啊，九钟翻屋企啦！哎呀，我要约爱花翻屋企啊！点啊？咩八母你好似孖筋？点拣啊？要唔要请女神啦、啊？系嘛？冇理由自己一个翻屋企 ，bad end。啊！呢、這个咁好嘅机会，女神喺度等我哋，冇理由啊，系咪先？冇理由啊，冇理由唔去啊，系嘛？咩真毒就系咩？而家就系要摆脱真毒嘅命运，你做乜拣翻二咁咪维持翻真毒嘅命运咯？啊，系嘛？点会拣二噶？啊？而家就要摆脱真毒嘅命运，点会拣二一好啊？邀请爱花同我一齐翻屋企。啊，你好啊，爱花咁样啊，听妈妈话二，毒男点会沟女？而家咪要摆脱呢个命运咯、啊。如果唔系点样练习啊？我啊，你有冇听啊？呢个林宥嘉嘅咩？我未听，未听斋靓，净系听个林有德嘅啫。林有德你好嘢，吓、啊，竟然都有几把炮。我哋屙肚先，咁我唔使太快飞得。阿娟，你咪要翻去啊？不如我哋一齐翻啦，咁样。啊，系咪唔得啊？系咪我太毒，你唔肯同我一齐翻啊？哇！佢拒绝咗我啊，点算啊？佢使唔使同我一齐翻屋企啊？真靓达啊！闹不断咁喺度做运动，女神都唔理我啊！点解？点解？点解啊？点解？系咪我搏咗佢一嘢？系咪我揼咗落佢个头度啊？点解啊？啊！以退为进，阿拉话：啊，不同。点改啊？点改啊？点改啊？啊，我读下书先，唔好净系挂住啊，唔好净系挂住做啊，要读下书啊，唔好噶。爱花中意文武全才都劲嘅，因为但我唔够魅力啊，唔够型棍啊嘛，锻炼下啲字典先啊。啊！即系而家我等于嗰啲运啊小次郎啊，而家我等于净系识做运动嗰啲波牛啊，字都唔识多只啊！今日都唔错啊！啊，啲公式都背得晒啊！加咁讲，咁加加加咁讲，定系咩 sin and cos 嗰啲记得晒咁样啊！高中翻屋企啦，啊，又系爱花，我哋系咪应该失败，从失败中再次尝试？今次系咪应该应同意大家？啊，好似大家话斋，应该自己一个翻去，等佢以退为进，等佢主动约翻我啊嘛？系咪等佢主动约翻 me？ 一二二一啊！主动出击啊！话猫娘话好，又再次失毒男仔要从失败中不断尝试，唔可以一次就退缩。即系再出去斩鸠佢啦，我明啊！再出去搏佢多一次哦！你好啊，我今日我唔会再我唔会放弃啊！我哋会再接再厉啊！爱花啊，真师。你要翻去啦，今次一齐同我翻去啊！啊，系啊，系咪唔得啊？咁样，哇！一
又失败咗啊！喂，上次玲玲都唔系咁嘅喎，真系遗憾。女神又飞我，喂，阿教真系劲崩溃，点解啊？而家好似万镬咩？诸葛亮七擒七纵万镬咁样，而家成功再失败，好强嘅既视感，好强嘅既视感嘅意思系咩啊？即系好强嘅大家沟女嘅嗰种悲痛嘅经历系嘛？约女神翻屋企，女神就都系算啦，唔同你一齐翻啦。之后太傻仔。我读下书先，读一系要读下书先，唔好讲咁多。爱花咁样唔系办法喎，真系好难，好难识佢，好难识佢添啊！直情系唔系讲笑。今日嘅状态都唔错啊，晒 angle 晒晒晒晒都识晒，好人，你是一个好人，有约佢先成功再尝试。如果唔约唔到佢出街咧，成个剧情进唔到啊！阿坤，得唔得？俾个机会我啊！俾个机会我啊！哇！三次失败啊！达阵，啵啵啵啵，三次失败 ，out 出局 ，out out out 啊 ，out 啊，点解会咁噶？点解？识唔识沟女噶？真师啊，仲话教人沟女喎、啊，俾女女三次达阵失败，唔够魅力，我觉得我哋唔够感性。三阵，好心你三次都唔得啊，是人二。终于喺日常撞到佢咯，睇下先。点解今次喺走廊撞到佢？一就系同佢打声招呼 ，Hi。二就是直接直呼其名啊，高凌啊，慢慢卡咁样，三都系一嘢攞个手刀剥落佢个头，掹落佢捉流我嗰度。四咧就系唔打招呼，都系维持翻呢个坐型独男嗰个问题咁样。二三三四，攻其不备。二攻佢攻三四四四三四啊！再打就真系中伏，需要拣二，好拣二啦，好啦，我哋跟住上下 Falcon， 曼阿卡咁样啦，好睇下点啊！唉，有咩帮到你咁样啊？阿坤，出到啊！佢话要女神要去教员室帮手喎。你一直都好受老师欢迎啊，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呢个借住帮女神手咧，借住帮女神手啊，呢啲就系成功博取佢好感。成功啊！女神都要照我支持佢啊，要我帮手啊！大家点睇？佢终于要求我帮手，我哋又进一步更加亲密啊！我哋啊，几开心啊！好感度加十啊！即刻爆标啊！好感度即刻爆满标。我哋今日嘅学会活动已经完结啦，我哋一齐翻去啦，好嘛？终于可以约女神翻屋企啦。系你一唔一齐去食呢个 Champion Burger？ Champion 即系成日就好好食咯。Champion Burger 你食我哋打完网球之后啊，都会约啲女女一齐去食呢个汉堡包嘅。哇！我爱啊！但系佢唔去啊，女神唔去啊。女神唔去食啊！
啊，唔使唔使理佢噶，条女唔去噶，臭四你啊，啊唔参加噶，呀点解啊？点解唔同大家一齐去聚会啊？阿坤，那你啊咩事啊？啊咁样啊，大家都一齐去冠军汉堡，一齐啦，好嘛？遠慮しておこうかな。みんなで楽しんで。佢同其他人好似打唔成关系喎，呀啊，同大家有啲脱离啊。俺らとは住む世界が違うんだよ。佢同我哋系唔同嘅世界噶。走啦，唔好理条八婆啦，咁样。佢只系唔识同大家沟通咋，啊唔好误会爱花，咁样。啊，一定要令大家 support 爱花。冰冰啊！用手刀沟女啊最劲啊！得玲玲姐可以勾落佢头度啊！系咪 NTR 咁？我哋而家识到啊爱花又 NTR 咁啊！你唔得闲你理啊嘛？啊！我啲学习上嘅问题啊，唔知真师可唔可以帮我咧？咁样可以望下侧边嘅，我记得之前系好啊，冇问题啊！如果我帮到手嘅，一定帮你啊！但一定要帮我识爱花咁样。なんだよ、頼りにならないな。佢话我教唔识佢，搵第二个好盖话。啊，你我应该要再读多啲书，如果唔系真系变文盲咁先。你同文盲冇分别啊？系嘛？佢要去军营练兵，哎呀，今次好失败啊嘛！今次成日都触发唔到啊爱花嗰啲剧情啊！要读多啲书嘅话，暗示我要读多啲书先得。是记住 side angle side 都唔够，净系背 side angle side 首歌唔够，呢个咪 NDS 模拟器，系啊 NDS 模拟器嚟嘅呢个系。即系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就系可以认识到女神，但系女神实在啊唔骚我哋啊依家，话我哋读唔够书唔骚我哋，要读多啲书，女神话唔可以净系斋啊，斋运动做波牛啊！啊，读啊，咁快十一日都仲未识到啊，仲未同女女有任何嘅啊印象啊，未发展到任何嘅，加油啊，爱花，我会啊等我啊，已经就快变世界第一噶啦！哇，玲玲条线啊出现咗啊，点解会咁噶？今日玲玲姐从胖子度哇死啦！哇，玲玲抢走进入玲玲线啊！突然间，唉，加油啊！唔系俾佢。转咗入去零零线度啊！濑嘢啦，要快啲吸翻入去爱花线嗰度。啊，个系统见我同阿零阿爱花冇咩感觉啊，要就即刻转去零零嗰度。哎呀，好可爱啊，零零你睇。
好有爱心啊！成日教啲后辈好靓啊，好有人啊！哎呀，我爱啊，得意啊！哇，好老婆 feel 啊！哇，把声都好正，因为佢系木之本英嗰个角色。哇，好辛苦啊！除咗我之外，佢仲要照顾晒大家，好似姐姐咁样啊，照顾晒，连店长都要照顾佢，都要受佢照顾。啊，连店长都系要拜托阿玲玲噶啦。お疲れ様。どう？啊，辛苦晒啦！今日工作成点啊？でも入ったばかりにしては頑張ってるよ。哎呀，我已经好努力噶啦，但系我会赚多啲钱嚟先可以生活噶，玲玲，你知唔知啊？他のスタッフはみんなそれなりに長くやってるよ。どうして？玲玲好似对我以外嘅人都好照顾有加，你真系好人啊！あの子たち？啊，你讲佢哋啊？彼女たちも仕事は覚えてきたし、基本的には自分だけでこなせるんだけど。但系，但系啲咩啊？叫佢哋练习好晒，唔使照顾佢哋啊！咁样。わ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ると私に聞いてくるの。私だって一年くらい先輩なだけなんだけど。我只系大你一岁啫，点解你哋要咁样啊？ねえ。你知点解大家咁依靠我咁样？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啊。なんでだろう。会唔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走咗入迎领线噶啦？几廿岁人都仲要叫自己做哥哥啊？唔系呢个系 Onisa 哦，唔系 Onisa， 唔系 Onisa 哦，系 Onisa 哦，应该系姐姐哦。点解又系出玲玲噶？系玲玲姐啊？点啊？喂，依家点搞啦？一二三四同，哇！直接约佢，你饮杯茶，玲玲姐。二就系方方便啊，依家三就系、是、喂大姐头，四就系、是、坐坐型独男唔打招呼同佢。我咪已经走错线啦，要捞四副。四，我会就四啦，好嘛？如果唔系真系行错线啊 ，Kelvin 睇嚟都中意阿玲玲喎，你哋啊，但系好可惜，玲玲我已经玩厌咗啦，你知唔知啊？而家介佢玩厌咗啦，玩厌咗玲，佢玩厌咗啦。啊，我哋试下坐坐型独男，如果唔系走咗玲玲条线度噶，四啊嘛，好，算啦，都系走啦，咁样。你估我哋今晚可唔可以达成啊？沟到爱，令到爱花告白。啊！玩坏了。啊！呢只唔系 H game 嚟嘅 ，NS game 嚟噶。好，阿叔。好，玩呢个赛跑喎、啊。不过我而家呢个运动性质咁强，应该赢硬嘅喎。基本上啲女应该睇到我，应该系极 like 我，应该啊超中意。
而家又系玲玲姐，我点算好啊？唔打招呼啦，拜拜啊，好啊。玲玲姐有心心啊 ，T 机啦。变咗嘢，玲玲姐翻屋企啊，死咯！自己一个人翻屋企啦，好嘛？我后屘转翻条线去爱花度玩完你，有玲玲你输硬，因为你冇写轮眼。啊，入错线啦，依家。啊！真系玲玲今出嚟又睇涨啦呢铺，我已经狂参加嗰啲啊，狂参加嗰啲社团活动噶咯，啊都冇去话，哇做乜嘢噶咯 ？Mola Mola， 今次呢条线都系俾玲玲铺自由失自由，走唔出去冇，诶、欸、你啦。终于出翻爱花嘅路线啦，终于可以休息一下。玲玲魔咒，玲玲魔咒，呢、这个部门一休息就会特别热闹噶啦。哎呀，爱花爱花嚟啦嚟啦，哇爱花，哇佢天然爱啊，发爱啊发爱啊，哇我爱啊，捽捽捽捽捽，哎呀好得意啊，佢发紧爱啊，天然爱啊，证明真丝真毒。Thank you。哦、啊，一切都系玲玲嘅控制之下。会玩 school day， 点解？终于我哋把握机会啦！等先，唔系玩下，我哋要把握机会。school day 好啊，玩 school day 啦，等先。点啊？我哋应该拣咩先可以把握机会入翻爱花线？等我哋个命运去翻爱花嗰度。最多俾你飞喺唔出得街嗰啲啦，玩 school day 啦。四十几激我只 game 之前好似系玩。一啊嘛，好一啦，到时一定好多人睇。啊，同佢打声招呼啦，好礼貌。啊 ，Konnichiwa。诶？阿克，我知你什么？真丝真系辛苦晒你啦，你点样啊 ？O 唔 OK 啊？我我我又咁样笑。休息时间已经够了，我哋一阵再见面啦，好吗？女神同我讲拜拜啊，好开心啊！女神同我讲再见啊！哎呀，爱花好中意，好感度提升咗好多，知嗰度啊！爱花终于睇我上眼啊，叫我读翻啲书之后即刻。我哋而家尽量要飞咗啊玲玲嗰啲线，避开佢。如果唔系咧，就中伏喺间。啊！但系仲未有女神电，我今日状态都唔错啊！啊！我哋而家最优先嘅目的系攞女神电话，咁喺放学同埋翻学前都可以同女神 send message， 叫女神起身。哎呀好重要啊，叫女神起身呢一点啊，你可以占有女神早上嘅时间同夜晚嘅时间。啊我哋今次可以又尝试下约女神返屋企啊。哇佢高龄啊，终于又可以约女神返屋企啦，哇好可爱啊佢个头箍。哇。啊你好啊。爱花。今次可唔可以同我一起返屋企啊，我认真的咁样。一緒你是不是不得啊，我真的我俾心机的啦。耶耶啊，一起成功的，女神同意同我一起回家啊，哇到你得啦，终于拿到女神一起回家啦。哇同女神一起离开学校啦。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哇我爱女神侧面，好得意啊。人哋瞄咗真丝佢。好烦啊你。
Kevin 仔有冇试过咁样同女一齐咁样翻屋企？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咁样睇住真睇住呢个女女执念回家咁样？睇先啦，之后咧孝感动天啊嘛，你何止咁都何止？我经历多番失败之后，终于先可以同女神一起翻屋企噶。啊，读多啲书先，依家唔好讲咁多。哎，应该真系入咗爱花线啦！而家所有嘅 event 都系关于爱花网球部嗰度。虽然话今次系内部比赛，但一定要加紧把劲，等阿爱花知道我嘅努力。太好啦，我赢咗啦！爱花睇唔睇到咧？啊，输咗啦！下次我一定会赢嘅。哇，唔系，依家变咗基线喎，吓，即系变咗基嘅线喎，死啦！依家啊，即系得个男部员。两个 Kelvin 都系啦，两个 Kelvin 都有冇同女神一起嘅？一起翻屋企望下女神侧面咁样，啊，看你侧面，或者第诶，嗰时你玩 school day 啦，冇啊 ？school day 冇啊，四十G 边够位啊？玩个 PSP 版咪得咯，屌！啊，女神话诶、有女神嘅 event 喎、啊，好，就开女神 event， 嘻嘻线。はい、今日は小テストをやります。啊，呢、这个就系 test 我依家够唔够知识啊？呢、这个 event 啊，都系唔得，都仲系蒙盲，都系考试唔合格添，弊弊弊。哇，平均值要去到个绿色框框先得，即系要爱花线嘅话要。啊！好、哦，社团结束啦，又可以约女神翻屋企啦，我哋又可以。你净系练咗运动咯，好似小志强咁样。爱花，哎，哇！爱花而家等我呀，我哋已经锻炼咗个习惯，一个默契啊，已经可以一起翻屋企啦。成功已经为同女神锻炼咗一种习惯，就一起回家嘅习惯。哇！可以独占女神嘅侧面啊，依家我哋。哇，冇嘢讲喎，点算好啊？死啦死啦！通常咧，我哋啲真毒咧，就算约到女神出街，因为你唔好讲我哋，冇咩话，冇咩话，你都系冇咩话题咧，所以就通常都系好丑。我哋系真毒，你系 M K，OK？ 默相，我都唔系真毒咯。嗱，我想问大家咧，如果咁样冇话题，应该点样同女神开话题？有冇咩推介？点样先可以同女神打开话题？唔好扮嘢喎，你个死 M K。好尴尬啊！气氛，女神又唔知讲咩好喎，咁样吓，冇唔好讲啊！食屎啦，真丝吓，冇人想知你同女神讲咩点睇啊！等下先啊！啊，诶，不过我都夹硬都要谂个话题出嚟喎，吓，讲下先咁样啊！我啊，通常会唔会就变咗咩？咩话题终结者咩 Dead Air 杀手嗰啲咁样，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诶，啊系。系啊，女神都好惊讶啊！点解咧？爱花你成日咧啊，去完社团活动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嘅，点解你唔同大家一齐玩下咁样？不过如果你不想讲的话，我不会逼你的，到你想讲才告诉我知啦，咁样啊，等女神有个自由度喺度咁样。部活が終わったらまっすぐ家に帰るのっておかしい？啊，唔奇怪啊！啊，如果你一直接就翻屋企噶，咁我就可以每次都同女神一起翻屋企啊嘛。啊，唔奇怪，一啲都唔奇怪咁样。高速にも。下校時は速やかに帰宅。有冇咁天然呆啊？阿女阿愛花好天然呆話，校規唔係寫住一放學即係要翻屋企嘅咩？所以我哋就一定翻屋企快啲咁樣。啊，校規呢啲冇人會理噶啦，啊唔使理佢噶咁樣。
哎呀，都仲未可以送女神翻屋企，送到门口喎，净系送到街角啫。啊，呢边我屋企啊，如果唔介啊，真爱花，如果唔介意，而家下次再一齐翻屋企啊，好唔好啊？咁样。咩叫但是我是直接啊？咩啊？女神想讲咩啊？我是直接想拒绝你啊！冇啊，女神，我已经好努力噶啦。话题已终结，咁就直接翻屋企啦，好嘛？吓、啊，咁亦都唔会犯校规，我哋都可以一齐翻屋企。我个面红喎、啊。啊！你睇下先，面红啊！头先见到啊，佢对于我嘅答话方式感到好感啊，开啊，好娇喘起来。我听日再见啦。啊，你应该冇拒绝我嘅约会，应该。但系仲未攞到女神电话，其实女神有冇电话都系一个问题啊！佢系觉得你好烦，所以快啲走。啊，猫猫娘又话系怕咗过分主动嘅真丝啊！点解又系玲玲噶？我做错咗啲咩？我头先位发展得好好啊，点解又出玲玲嘅位？哎，走啊走啊走走，掉头走，见到都转角掉头走。扑街啊！玲玲等我翻屋企啊，抢咗爱花个剧情喎、啊。我抢咗爱花剧情，好恐怖啊！玲玲，系咪我知啊？我知啊，系咪我第一个 save 系同玲玲一齐咧？所以玲玲系好似嗰啲痴佢痴女咁样，要抢翻个男朋友咁样系嘛？喺呢今次呢一争目嘅世界，我都要夺得真丝咁样。谂起都觉得毒啊！我明明都唔系拣啲有啊，唔系拣啲嘅咯。系咯？点解啊？点我哋唔系约 O 咗，点解会冇咗？爱花系咪等紧我，但系俾玲玲赶走咗？鲜血的始末，玩 school day 啦！啊 ，nice ball 啫嘛 ，nice ball 好算。哎，爱花又有个剧情喎、哦，呢度好，俾阿爱花睇下我几大体力啊，力量型啊，可以都同佢一样成为呢个网球部嘅王牌。你成为王牌，想下好啦。啊，王牌真丝，身体已经超越咗其他同学啦，话超劲啊！我运动爆晒，黐肥啦你系。啊，我话大家近来对你嘅评价都唔系太好啊？点解啊？点解杯我啲男同学？因为我追啊爱花，要杯我啊！死啦死啦，要出现俾人杯嘅剧情啊！
帮我忍受到嘅，为咗爱花。阿华你靠唔住啊，做事又唔够果断。足球攞王牌，好啦，要读多啲书啦，依家要。哦，点解又系零零噶？我想同爱花有剧情啊！拜拜啊，零零姐，对唔住啊！又系零零，零零死缠烂打。星魅力，零零又哇三个零零剧情啊，芝麻筋噶，呢只咩 game 啊 ？Mastership 呢只叫做 Love Pass 啊，系一只咧帮助我哋呢啲真毒咧练习，唔系真诶、真师一定唔系真毒，话三点样练习同女女约会嘅一只 game 咁啊，其中呢三个角色咧。啊！你先俾紧嗰张图你咧，最受欢迎嘅角色就系右手边玲玲呢个角色。你睇下佢呢个着裙嗰、那个动作，简直就系正啊！第二咧就系左手边嗰、那个，但系最唔受欢迎就系爱花。我记得最不人气机就系爱花，啲人就中意傲娇嘅 Lingo 多啲咁样。可能溝阿 Lingo 可能仲容易啲。啊，你而家要加把劲，引发阿玲玲，唔系引发玲玲啲线添，真系讲咗。啊，引发爱花啲线出嚟，即系再引发玲玲啲线出嚟咧，真系食蕉都唔掂，真系。放心咧，你嘅结局比食蕉咁惨。麻，你想讲麻友系机系公主啊？好，快啲俾啲爱花线我啦 ，OK？ 哎呀，我终于嚟啦，爱花，哇，好可爱啊！佢着呢条小短裙，好得意啊！跟住我哋拣咩啊？如果我哋要把握机会，珍惜机会啊！如果唔系，玲玲又会入侵我哋噶啦。好似达苏咁咧，啊！你被恶灵玲玲入侵了咁样啊，抢嗰啲剧情咁样，拣咩话？一、二、三，应该拣翻一啦，系嘛？三啊，又剥落佢嘅头度啊，吸引佢注意力系嘛？听嚟都好中意同女女用一嘢突击佢嘅头啊！好啦，又剥落佢嘅头度啦，试下。哦，一嘢轰落去，哇！搞咩啊？系嘛？啊，真丝咁样啊，你好啊，有啲想请教你噶啦，姑爱花。私に？え、私でよければ。咁我就开始问啦，啊，比如喺呢个时候，我哋应该吓，比如人哋扣杀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做？点样先去救翻个波咁样？问下爱花先啊。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原来被人扣杀的时候就要用这个蛇形走步、啊、有一个回旋打击过去。一夜光落过去的头。哎呀，又可以约到爱花回家了，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好啦，一齐翻屋企啦！我哋终于唔使俾玲玲阻住，你一齐翻屋企啦！一定要把握机会。你睇而家爱花系话，咁我哋一齐走啦，已经系变成我们一齐走，唔系话都系冇问题啦，系我们一齐走啊！原来啊，系啊，爱花咁样。爱花，有冇啲你有冇啲网球以外嘅兴趣啊？咁样，你哇女神，给我估下，
女神叫我估下，啊会唔会系中意做饭啊、煮嘢食啊、整下蛋糕咁咧？咁样啊，女神级，你点会知噶？哇，女神识煮嘢食啊，唔系好似而家啲死港女咁样，连嘢食同煮饭都唔识啊！啊，哎一个大和苦子啊！子供の頃から何を習っても中途半端で、勉強もスポーツも。哇，大和苦子 feel 啊，愛花。お菓子作りだけは自信あるの。今度は味見してね。我個煮。何かリクエストある？我個煮蛋糕俾我食啊，煮曲奇餅俾我啊，女神話。哇，好正啊！我好想食啊，好想食啊，好想食啊，留翻嚟做紀念啊，一定會唔想啊，唔捨得。不如你快啲食啦。未啊，未煮。韩烧低饮佢送去青山啦、啊。韩烧公仔面，啊！你下次约会就有阿、爱花嘅食物食啦。啊！女神突然间讲咁多嘢，梗啦，我打开咗女神心窗啦嘛，已经我打开咗佢沉醉嘅啊，佢一直都想同人倾偈嗰个欲望啊，佢知道啊，我系真心想同佢啊呢、這个发展咁样。你更加开咗自己奇怪开间添。有女神煮嘢食啊！FF 原味条女系冧你又会送啊，唔啊女系唔会对佢好就追到。哇！啲又系嗰啲咩又系嗰啲最强呢个系阿 Mastership 嗰个系真系真理啊！啊你越系。对佢差咧就越冧你啊！讲得啱，我觉得啊 ，Master Chief 讲得啱，睇嚟 Master Chief 都系啲伪毒嗰啲咁样啊。好似你咁啊嘛，同道中人啊，你两个啊，又话冇信你啊？信你打我一字。信真师系真毒嘅，打我一，系咪？一个疯狂洗版。唔系打个零字。快啲溝玲玲算咩？玲玲就要溝咗成50日啦，差唔多。哎，哇！見到阿愛花去試啲漢堡包，佢哋有啲驚啊！唔通佢未試過去食快餐店嘅？唔通我估佢？哦，佢唔敢入快餐店啊，好猛啊，唔敢入快餐店啊，好可愛啊！唔係人哋即係揾人落咗即係青山啊，佢唔敢入快餐店、啊。青山你附近啫嘛，等陣先。啊，愛花啊，你做咩唔敢入快餐店啊？挡住啊！送啲冠军汉堡嚟做手信啊！咁样唔紧要啦，我哋一齐同你食啦，唔使惊噶，我带你去食啦。你第一次食嘅话，好啦，女神成功啊！邀请女神第一次带佢去快餐店。Winning Burger， 佢话有咩想要啊？啊，唔识嗌喎，佢唔识嗌餐喎，话即系一个大小姐感觉。我爱啊！嗰个目不知所措嘅样子，吓国猪蒙，好 hamburger， 啊，佢好真系好害羞喎，嗰种呆嘅感觉。讲得太快，听唔明噏讲嗰啲优惠啊！唔通佢未嚟过快餐店？啊，咁嚟两份啦！啊，我请。Old school 啊，两杯冰红茶。我注文
繰り返します。バリューセット2お飲み物が。哇，呢一点咧反差，哇！我爱啊呢张食汉堡包嘅图，不过你睇唔到我捽紧佢块面啊，好得意啊！面珠灯好可爱啊，食啊同女神啊，第一次享受女神食巨无霸嘅影像啊！你依家啊，上个月嘅汉堡包啊，佢喺度死撑喎，自己有食过汉堡包啊！啊！冇食过呢个咩味道啊？上个月嗰个特惠汉堡包。甘辛苦苦苦苦苦，その目がで。啊，都唔系好甜，唔系好苦嘅汉堡，哇！有啲唔系好甜，唔系好苦嘅咩？啊！我哋笃唔笃爆女神啊？一就系话我真系谂唔出啊，又唔苦又唔咸嘅面啊汉堡包。二就系、是、你系咪真系食过噶？三就系、是、咁，即系好好食啦咁样。啊！俾十秒大家揀咁樣。我哋冇理由篤爆囡囡，如果篤爆囡囡咧，咁囡囡一定會好害羞，因為你知愛花呢啲，佢真係未嚟過，咁佢一定會受自尊心受創，我哋一定要讚佢，咁即係好好食啦，係嘛？啊，好串咁啊！喺度扭下扭下做乜嘢啊？喂，边个帮我将我幅将我幅健力健力 eyes 变咗？黐线变咗神之手啊！依家变咗啊！拣咩啊？睇下先，大家拣咩？三就话好赞嘅好食啦，三就系 bad jet 都话拣三经验师。三啦，系嘛？唔好串，唔好笃爆佢啊！咁样，真系好食噶！啊，开花嘅口味真系好独特啊！咁样啊，好可爱啊！咁样，点解咁讲啊？啊，因为食过上个月个汉堡包嘅人都话嗰啲味道好鬼特别咯。喂啦，我哋先欺负佢啊！睇面红嚟睇，哎呀！好可爱，即刻面红啊！好好味啊！啊，咁就得啦，下次同你一齐再嚟啦，好唔好啊？咁样。佢想食营养餐多过食快餐。但系同阿女神熟咗之后咧，女神真系好可爱咯，其实真系。哇！佢想再约我去食快餐店咪啦。哇！佢唔敢讲出嚟，我应该要捉住佢只手，叫佢讲出嚟啦。咁样啊，讲啊，咁样啊，你去睇阵 A B C， 你慢慢 F F。嗱，张先生去推介啊！我终于攞咗女神电话啦，可以 send 女神 send 俾女神啦。啊，你好啊，我系高龄爱花 ，Your Lost School 吓、啊，呢、这个咩下肢咩 do 呢个 friend 啊？你几时变捻咗女人噶？发短信啊，有啲咩唔明，有啲咩唔啱嘅地方，应多多指教。我哋要 send 翻个回复俾阿 Manaka。哦，得一个可以拣，你睇独男就系咁样，独男只得一句拣，你可以真独净系识得答，冇问题，系好啊，咁样啊，啊唔识展开话题，都净系得一幅句没问题的，咁啊，我哋等廿秒啊，等廿秒咧，女神就会回复翻俾我哋噶啦，系啊，女神即刻回我哋信息，睇回咩啦，睇下佢回咩信息俾我先啊。好多谢你回复啊！今日我哋多多关照啊！哇，我成功攞得女神电话啊！我真系好想睇真事玩 school day。好，朝头就 send 封信俾阿女神先，叫佢起身啊！哇，扑街，太毒啦！我实在，所以朝头早唔知打咩信息俾女神，好，所以冇得打，打唔到俾女神。打唔到俾女神呢铺真系，
次の問題は。唔知今次我智力解唔解决到老师嘅问题咧？声喊你有智力噶？真丝实唔得，真丝实唔得，声喊想俾女神。啊！八宝终于得咗啦！我减紧肥，仲带我食 M 记，有冇脑啊？真丝咁啊，系嘛？声组建俾佢。哎呀，已经习以为常，女神已经等我一齐翻屋企啊！一齐翻屋企啦，爱翻我哋。你想玩咩 game 啊？你想住咩 game 啊 ？School day， school day， school day 啊，唔该。School day 好啊 ，school day 好添啊，咁夸张。即玩定玩 school day？ 啊，系啊，女神啊，爱花。那你识玩 school day 一定要搭船。搭泥步，你有冇咩中意嘅动物啊？哦，原来爱花中意兔仔啊，中意 Hello Kitty 啊，冇啊，扑街 ，Hello Kitty 猫嚟嘅，啊，中意人嚟噶 Hello Kitty 系嘛？佢中意 Melody， 诶，中意 Melody 系嘛？好可爱啊，好得意啊，毛松松咁样。我记得我好似太耐冇开咧，都会有有线字。咩？佢太耐冇开会嬲你噶嘛？好像会咩发梦同你佢会变一只兔仔嘅，系咩？哦，个嘴一直喺度嚼紧嘢咁样，好得意啊，好可爱，好盏鬼啊！佢话，原来阿爱花中意嘅动物系兔仔啊！佢话，我记得唔开佢哋会嬲你，要你氹翻佢噶嘛，讲咩嗰啲咩，同佢讲咩 ice delu 咁样啊，一定要。今日咩嗰个好似系你唔你未 save 就直接熄咗一会咁。哦，顾问今日顾问老师赞我话我咧打得越嚟越叻啊！真丝你都一定要努力啊！好开心啊！女神赞我啊！女神叫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会努力噶，我一定会练多啲射波。其实八宝点睇啊？想知我一定会射多，我一定会练多啲走篮噶，我会努力噶。你都要加油喺度啊！你都要加油练习直打直身球啊！加油啊！多谢你啊，爱花。好 ，send 封信俾佢先，睇下回咩？哎，佢哇回咗回啦，秒回啊！加油啊！我都会为你加油嘅，真丝，哎呀，好开心啊！我都想知白虎点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打动哇，太过频繁，又叫觉得好烦，我瞓觉咗咁样唯有。哇，女神好主动啊！女神朝头早都 send message 俾我，对唔住啊！其实冇咩特别事，不过借想同你倾下偈。哇哇哇，好开心啊！今日成日都唔使瞓啊，开心啊！女神主动咁，哇！如果假设你哋咧收到天大嘅大话，真是好捻烦啊！如果你好捻烦啊！如果你收女神咁样俾个 message， 你哋会点样？系咪一系咪已经唔使再瞓觉？啊，已经即刻。OK 已经啊，今日已经差满电咁样系嘛，差满晒电。好 ，Sam 峰朝，梗系叫佢早唞噶啦。Sam 峰早上好俾佢先啊。哦 ，Hi 哟，女神烫你冰咋？啊，今日好好啊，大家都要努力啊，咁样，我都要努力噶。听到每日听到阿爱花同我讲早晨系我嘅生存动力啊。即系我电话系咪自己先？可以疯狂嗰个短信，还翻部 DS 俾人啦！还翻部啊！疯狂！哎呀，顶点解又出零零嘅？喂，我做错咗啲咩啊？因为太捻烦啦！啊，爱花唔要我，咁 send 佢，我系咁 send 嗰啲色情短信俾佢系嘛？即系佢唔收我。迟啲我新抱一定系部电脑，你唔知咩叫砌女咩？系嘛？
啊，砌女又系砌部高级女咁样啊，五千女咁样，梗系唔系啦 ，VR 噶啦，系嘛 ？VR 女女啊，有冇买咗？迟早我觉得真丝包出去公仔屋企嘅，谂搞法。有冇买咗嗰个 HTC 嗰个 VR 啊？好似八千零蚊啊嘛，哎呀有爱花 event 喎，睇下先。有八千零蚊，我买个暴露算啦，系嘛？睇下先，睇下爱花咩剧情先又有。哎，树哥，哎，集合，大哥，啊，部长叫你集合啊。啊，我哋即将啊进入惯例的混合双打比赛，咁我一定揾爱花嚟做我嘅 partner 啦。哇！你睇爱花好惊嘅，睇爱花好惊嘅，睇爱花好惊冇人。佢望住你，佢觉得好惊。你睇冇，佢觉得冇人同佢组队，所以我一定主动约佢嘅。老师话揾到 partner 嘅就一定要参加咁样。想打你要唔要参加爱花咁样？佢谂紧，好惊，我好害羞，唔敢讲出嚟。不过我谂咧，女神你一定有人邀请你啦，你始终都系王牌。哇！女神话冇人邀请佢啊，即系好似我上次讲嗰个咧，经济学理论咁样啊 ，higher opportunity 啊，啊唔系 ，higher opportunity cost for 啊，唔系系咩咧？我第一醒唔起添。你玩你 school day 啦。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啊，机会成本。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女神一定很多人揀，所以退而求其次揀了第二个高价值的女女，所以就没人约爱花，所以现在女神没人约，是很惨，所以我们要约她。前回は、ね、女子部の方が一人多かったから出場できなくて、女神原来女神经常都找不到 partner， 所以经常都被人经常都没人跟她组队，经常都是被人孤立的那个。如果是这样，你介不介意跟我一起组队啊？無理しないで。好惨啊，好想保护爱花，好惨啊，原来成日被女女背啊，佢成日被女女背，我一定要保护佢啊，要揽住佢而家。いいの。授業なんかでも。我真系顶唔顺啊！我想割粗口啊！好想保护，好想打人咯、啊，其实系。想保护佢啊！得意啊！大家唔该 report， 我真顶唔顺。哇，好高兴，真丝仲未去到追到嗰排。差唔多啦，系嘛？可唔可以某排啦？成五十日啦，我估起码。因为去到追到之后咧，系会更加快。你话外花？系咩？唔系，我相信系你。我觉得唔系玲玲，我玲玲已经发展到玲玲同我好关系噶啦，我哋已经成日出街去玩嘅。不过今次我决定约爱花女神噶嘛。又是玲玲的喂，不好意思，玲玲女神啊，今次我一定要约到爱花先。どうだ調子は？老师，ちゃんと基礎練習した。哎，不错哦啊。哎呀。真丝你已经好努力啦，你嘅进步已经好好啦，好叻啊咁样。啊，然后爱花睇到我嘅努力啊，睇下打网球嘅努力。我听日就去呢个婚姻注册处度同阿爱花呢个注册。记住拎住部露平板过嚟喎。拎住，呢个系我老婆。啊！你一石下佢咁样，啜佢一啖。
嗱，果然你谂乜嘢嘅完全唔理解咯，系。虽然今日好乱啊，但系记得唔好开窗瞓觉会冷亲嘅，包含情感地回复佢。哇，你女神有秒回喎、啊！白帽应该觉得冇得救啊，所以由佢。哎呀，有爱花嘅剧情啊！阿坤，哇，爱花主动嚟揾我，唔使我拍佢膊，唔使我剥落佢个额头度，今次系嘛？知唔知你剥得多佢，佢惊啊？啊，一系早失，心谂咁远见捻到你，你今次仲唔会剥落我头度啊？咁你早啲嚟假声招呼，唔会俾人突袭啊！啊，唔会俾人剥落个头。三有破绽，都系边个都系波落佢个头度嘅。早晨啊，爱花啊，哎，做咩啊？佢话，啊，佢想搵啊，老师拜托佢做啲嘢，不过佢谂住佢应该做唔到，所以搵我帮手一齐同佢一齐去嘅。好啊，咁我都嚟帮手啊！要帮手做啲咩啊？ありがとう。あの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めんね、助けて。唔使多谢我女神，系应该噶。反正我平时除了同女神一起出街之后都冇嘢做。几时先可以同女神告白啊？我记得30日到40日就可以同女神告白噶咯。今天你状态不错喎、啊，爱花。阿坤，ありがとう。あの、見てて。哇！佢而家都揾我嚟，而家佢都揾我嚟呢、這个请教，大家变咗喺社学学杀学会上面嘅一个大家互相切磋嘅对象，我哋已经变咗一个完全冇问题啊！女神做得好好啊，你所有嘢都啊，唔使在唔使介意咁样。哎，混合双打，今日要截止啦，仲有冇要报名？咁样佢话有啊，我仲未报名啊，我同爱花一齐报名啊，系啊，我要同爱花一齐组队。啊、女神 accept 咗我啊！女神愿意同我组队啊 ！Hi， hello 梅娜 B B。好，应该我哋打赢咗呢个冠，打赢咗呢个比赛就可以同女神告白噶啦。爱花，我哋一齐走啦，好唔好啊？喂，做咩啊？突然间唔想同我一齐行嘅，点解啊？点解唔讲嘢啊？突然间又？你烦啊！搞错，竟然对唔住我冇经理得到你嘅准许，我就帮你报埋名。我又唔讲嘢，点点点点点。但系我都好想同你一齐参加混合双打。点点点点。跟住佢就发现原来佢瞓着咗。吓、啊，你一定好想参加啦！你姿势又咁好，啊，球技又咁劲，吓、啊，我谂你之前都想参加呢个比赛，只系冇人同你一齐组队啫，咁样。我亦都见你成日喺度做训练，我谂你真系好中意打网球啦。点点点点，如果
我翻去真系唔想参加嘅话，我就同部长讲，咁取消呢次报名。如果令你为难嘅话，出嚟食餐饭咯，好似嗰、那个嗰、那个张信哲嗰个张。出嚟食餐饭咯，出嚟食餐饭咯，系嘛？嗰个咩？嗰、那个八星人猴儿嗰、那个。条发烧好恐怖啊！屌，即系想饭咯，哇，好多心心啊！女神 send message 俾我，啊，班里面嘅同学啊，都有讨论我哋啊职业网球嘅事啊。如果真丝可以同我一齐去睇场职业比赛，女神约我去街啊！我即刻答佢先，即刻复佢，随便你，谢谢，梗系答谢谢啦。估唔到十一点钟都未成功沟到啊外化，妈咪啊，算啦，好唔好啊？睇嚟就算用必杀技出嚟食餐饭咯都唔得，应该个咯字好重要，你知唔知啊？咯字系好重要。好，林天台和林伯，好啊。我女神话瞓唔着都要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可以保存啲信息佢啦。出嚟食餐饭咯。就系 send 狂 send 出嚟食餐饭咯，呢个信息。好似啲诅咒信息咁样，复狂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我会唔会错过咗咧？头先有啲嘢。よし。やるじゃん。だ。なるほど。啊，已经同阿爱花达成咗一齐翻屋企嘅默契。いいよ。でも寄り道はダメ。诶，应该差唔多啦。佢仲好啊，但系唔准兜路喎。啊，已经同我。打破了这个、那个隔膜啊，已经啊，因为大家好开心咁样沟通，而家咁一齐走啦，咁样啊。跌晒嗰啲 message 佢。爱花除咗做运动、做网球之外，仲有咩做啊？我识游水，我有咩约女神去游水啊？好似得嘅，我记得。好似系都系做运动咯、啊，系好似成功做咗女朋友之后，可以约佢泳衣嗰度去泳池度游水，我记得。だって恥ずかしいもの平泳ぎなんか。啊，你唔觉得蛙式嘅姿势好似似青蛙咁样，好令人感到唔好啊，好害羞嘅咩咁样？啊，爱花唔中意蛙式啊，听到未？大家抹低咗落本笔记未？爱花唔中意咁，爱花又 send 信息俾我，我要瞓啦，拜拜啊，真丝都唔好咁夜啊，即刻复佢先，含感情地复佢。就快啲收成啊！差不多了，我想应该到，因为女神都已经是持续地 send 嘢俾我。
今日好似心情唔系太好啊，话啊，即刻氹下佢先。差唔多，而家等女神告白就依家差唔多，我已经好似神啊，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嗰个神大人咁样，我已经看到结局啦，我已经看到结局。娜娜，見たかあの試合、すごかったよな。应该完咗嗰个比赛，你就赢就可以告白。哎，嚟啦嚟啦，女神嚟啦！我冇勉强，我为咗你一定会努力噶。哇，女神要我知识去到爆灯喎，点玩啊？点去到知识爆灯啊？黐孖筋，努力读书啊！啊，不停努力读书啊，只能够。已经看见 Batman， 哇，系咁加知识先。哎，有第二个剧情喎，爱花睇杂志喎，呢个咪爱花？在这个街道上面撞到他。哇，他有点愁眉苦脸，做什么东西啊？突然间，看看。你好啊，爱花，啊，这么有空来商业街啊？違うの。ちょっと本屋さんでお買い物しただけで、これは。他去买书啊，原来他去。ドアノウォッチャーっていう雑誌を。啊，哦，原来他喜欢看一本叫《漫步永久》的杂志。哦，是一本介绍旅游和娱乐场所的杂志。你想出去玩啊？咁样佢话。私、お隣の小学生のお勉強を時々見てあげてるんだけど、その子の成績が。哦，好好，女神爱花真的好好人啊！原来他有教其他小朋友补习噶，所以就想奖励他哋考得好，就同你哋去迪士尼玩啊！真好人啊！それを雑誌で，因为我唔系好清楚，所以就买啲杂志了解下应该要去边先咁样。よそ様の子を預かるでしょ。だから今度の日曜に。啊，爱花嘅性格真系好认真啊！你系咪一个人去咗嗰度实习实即系实地考察一下先咁样？只一个去一次，玩完一次先再带人啲小朋友去，等佢减低个风险啊！可唔可以同你一起去啊？啊，约埋哇，约埋可以成功约埋爱花一起去，我哋可以。我今晚都冇嘢做啊，可唔可以一起去啊？女神有啲害羞，佢话觉得咁样就好似约会啊 ，date 啊，系咪应该要调戏下佢，问佢即系咩啊？就好像 Dado 約會咁樣，哇！又好緬甸咁樣扭下扭下咁樣。啊，我諗啊，我對於呢啲咁嘅地方啊，比雜誌啊更加熟悉啊。啊，我相信一個活字典咁樣。Yes， 約到女女出街。嗯，日曜。星期日见。
爱花会为我加油，未紧嘅比赛。哇，心心心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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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叫做 date date。嚟啊，要系咪要进入呢、這个？哇，好可爱啊，私服嘅，即系便服嘅爱花，好得意啊！呢、這个小裙仔加件披肩，好可爱啊！绿色嘅背心仔啊，加件裙仔咁样。私ウサギ。ウサギ啊，去睇兔仔，佢话中意去睇。あの連れてくる子、ユミちゃんがウサギ好きって言ってたから。何これ。好可爱啊！呢张图啊 ，save 咗未？大家哦，屌！哦，睇嚟佢捉咗我去睇好耐兔仔馆啊！佢觉得好可爱嗰啲兔仔。後ろめたいみたい。だって今日はユミちゃんのための下見に来たのにダメね。啊，唔使担心噶，总之你玩得开心就得噶啦。佢话。点 save 啊！细成咁，有屠闸嘅，我记得上网有屠闸噶，大张好多噶。哇，系咪觉得好无聊同佢睇兔仔？睇下先，点解？一就系觉得我唔系觉得好无聊啊，二就系都系认真过头嘅，三就系认真系爱花嘅优点。你仲系叫唔到爱花做爱花？拣咩号啊？你已经看见了结局三，认真是爱花的优点。Bang 又有，认真点会系缺点啊？系你嘅优点。但系，我认为咁样系爱花真系好好，我最中意爱花。你仲系叫紧爱花个姓咋？都系嗌紧高龄，系喎，系喎，即系仲未去到个病度高龄同学啊，仲嗌紧。没有，应该未必够啦。而家我贴出嚟咯，睇下先。我而家终于发觉咗啦。如果今日我系一个人嚟嘅话，翻去嘅路上面一定好寂寞噶。所以当有真丝你陪我，我就感觉好开心啦。真丝你真系好体贴啊！有咩问题，我一定会喺你身边支持你嘅，爱花。你已经成功，我已经成功占领咗爱花个心你啊！你还翻个心俾人啦！我已经成功占领咗爱花，咦？我成日推紧同一个 pose。我哋双打都要加油啊！一定会嘅，我哋要攞到冠军嘅。你睇，我哋已经走，我哋已经再行前多一步啦。冇噶啦，算啦，真先。冇，佢又唔敢讲喎，佢有咩同我约会，同我一齐又去练波啊？冇噶啦。啊？系真系叫唔到佢个名。
睇下佢有冇 send message 俾我先啊。通常呢啲 event 之后，有啲有啲 message 话今日玩得好开心啊，啲咁样嗰啲咧。我想问有冇人可以帮我推 post 啊？推一下就得。其实我想喂 ，Kevin 系咪想玩嗰只空分咋？嗰只金正恩咧，好唔好玩咧？嗰只空分第一集啊？等啊，等 PS4。佢好似话今次好似成日 division 咁样，我都几有兴趣。系，但系要等一个月喎。但系 PC 翻系今日咯。咁，但系个模式系咪真系好似 division 咁？我睇图睇个影片就好似唔系。哎又唔系啊？唔系 division， 唔系 RPG 嚟嘅，枪 game 嚟嘅咋？但系佢系开放嘅。空分系好似 GTA 咁咯，但系佢个 PVP 就好似第一集嘅空分咁咯。哦。即系半 Call of Duty 半 Battlefield type 嗰类咯，系。即系类似不诶 Borderland 咁样啊？算唔算啊？算。你嗰啲 RPG 嗰啲你唔好讲啦。但系佢个 skill tree 唔系 Borderland 咁咯。佢个 skill tree 基本上佢系冇限到你个嗰个 environment 冇限到你有咩装备咯。我见到嘅就系、是。明白。你不如男打个 back entrance 先啦。而家又系玲玲姐就要深深嘅，喂，点解会咁嘅？电音系啊，九三八支麦嘅，知佢支麦系咁样。好，我哋翻屋企啦，好嘛？喂，唔会又约玲玲姐翻屋企黐孖筋？我想同爱花一齐翻屋企啦。睇下先，四。今日啊，班上面有啲特技测验啊，不过我哋只要好努力就冇问题。我相信爱花一定冇问题，随便嚟。差唔多五十日就应该告白成功噶啦。IGN 嗰啲冇俾钱咪低分咯，简单。听下我听 IGN。IGN 你冇俾钱一定低分噶，除非周捻劲啦。欸、有俾钱 ，Mr. Jackal 呢个 Doctor Jackal 系 Mr. High 都可以好高分。我已经系甚至乎 ET， 已经系褒贬不一咯，系咁喺度出。最少咪好个 Call of Duty 嘅。啊，唔好意思啊，爱花，有啲嘢唔系好识啊，想你教一教我啊。哇，你睇啊，爱花同你讲，真师你有乜嘢识噶？运动咯，运动好劲噶，佢呢度，我呢度角色运动系全能噶，依家练到已经系。但你本人冇嘢识啊嘛？咁啊系，我本人系沟女噶，我本人系 K 嚟噶，我系零，我觉得自己系零啊，我觉得自己系零啊，我觉得自己系零。有冇人知道真师有咩优点啊？可唔可以讲我听噶？我够我直女无数咯，唔系优点啊！我真毒啊！咩直女啊？真毒啊！咦，我又俾胶灯掉出嚟添。睇下爱花教完我之后读物测验会唔会一百分之？以你嘅智商，冇可能。冇可能啊！睇下先。好，又同爱花翻屋企啦，可唔可以翻多几次就得噶啦？其实好似四十日已经搞掂啦。我记得系差唔多呢个钟数噶。我玩嗰次好似都四十日左右已经完咩咯。即系佢系会突然间有一日约你去，约你霸晒成日噶嘛？我记得告白嗰阵时系。话说咧，爱花啊，哇！问你对肌肤嘅肌肤接触有啲咩睇法？啊、即是我意思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哇，咁直接嘅呢、這个角色突然间。ある程度は仕方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我咩？我们已经在交往了，就算有一点也是没有办法啊！我爱花原来都是比较开放少少，佢暗示我哋已经系交往中喎。佢话
唔使告白已经成功啦。喂，即系唔系咩四十日咯？你见到啊？啊，唔使咩四十日，我哋赢咗。咁四十日出个 bad end 出嚟咩？三十七日已经，而家女女主动同我讲，已经系话我哋已经在交往啦。你有冇咁开心啦？就算一点肌肤之亲都系中意，都系正常噶。一点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可以去到咩地步啊？跟住后边嗰两日完全冇讲过嘢，你十一就俾个 bad end 俾啊。啊，例如拖手啦，或者搭膊头都 OK 噶。佢话哦，冇问题。咁即係可以咯，咁啊再進一步咧。大家預備定準備會有一個更加繁加嘅真事出現。set 數下喎，係輪啊。嚇，本來肌膚之親就係親人之間先會做，我有講錯咩？咁樣啊，都未叫到名。空分 auto save freeze 會有兩秒，有時我咧我都睇到評價話 frame rate 會 drop 咯。即系咪就算拍咗拖都系嗌高龄同学啊？差唔多啊，三十八日而家。等阵先，冇 FF 咁多啦。好想同爱花好可爱，好想约爱花出街啊！听日我哋不如我听日再开台玩呢个好唔好啊？即系成功约成功，唔好，我唔想睇到一个更加繁加嘅新鲜。成功 call 到爱花之后，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千祈唔好，会非常繁加，我都想同玲玲一齐出街。不如我哋每次之后，你 FF 你玩 FF 好啦。不如我哋下次每日开台咧，就玩半个钟 Love Live Love Live。玩半个钟 Love Pass 啊！玩半个钟 Love Pass 先啊，系嘛？之后先玩其他嘢。终于到了混合双打日子了。哇，我有爱花这个很认真的样子，我们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只要赢了就告白了，我们好吗？啊，这个是不是死亡 flag 那些死亡期那些吧？只要我们赢了这场比赛，啊，只要我们赢了这场比赛，我们就可以回笼加分，花波连 easy 都过唔捻到啊！屌，系嘛？真系玩噶啦！我话 expert 啊！屌你老味，我输咗啊！冇计啦，对面手重嚟噶，系我手重领域系嘛？哦，就算我出呢个蛇形变弯球都唔得，我求我知。啊！首重領域，冇嘅呢個個波彈去網前，再彈翻去自己個場，唔係冇可能嘅。係嘛？首重領域，我亦都真係見過人咁做。Love Live 唔係我，係啊，Love 唔係喎，唔係網球王子。撲街仲要兩次啊！屌，網球王子唔係可以將打到電恐龍都毀滅嘅咩？咩啊？費達拿可以一球打到地球爆噶！系黑网级，要搵啲特工去睇住啲网球手噶嘛？啊，我好得意啊！虽然我哋今日全力以赴都系输咗，但系我同真丝又好开心啊！啊，我系鼓励我啊！而家睇，我哋下年一定会取胜嘅。啊，唔紧要，只要取得吓、爱花嘅美人归，已经赢咗我哋已经。好彩，冇记错，你系冇可能取得佢美人归嘅，系咩？因为呢只 game 系唔会俾你带佢翻屋企嘅。我咪净可以，净系可以约佢出街嘅啫，我记得好似净系。网球王子打到两个男人日久生情，喂，做咩熄咗机嘅？人都打到，熄咗机啊！
沟咁嘅？冇电啊？唔系喎，我有开我插电嘅，我做乜嘢啊？你仆街好似。耶！恭喜晒，恭喜晒！我有11%。喂，预言的中啊！喂，耶！惨个咩咧？我教咗玩咗成晚噶，俾我听个结局啊！告班少少到告白噶咯，教会费啊，柒头！